邮政管理局在今年的元月十号发行了一套名字邮票，是以明代斗彩瓶、青花壶、青花瓶等为图案的，都是直式的。另外还有一套名字邮票是预定在下半年发行的，由于台北邮局的疏忽，本月二十号提前售出了大约1000张。最美是以明代嘉靖五彩盖冠为图案的邮票，也就是提前售出的邮票，是横式的。极有人士发现以后认为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。据邮政局表示，这套邮票已经定5月1号发行，现在提前卖出确实是邮政局行政上的疏忽，但是并不能够提高邮票的价值。